最近人气席卷全世界的日本艺能界新二代巨星木村拓哉跟工藤静香的次女木村光希 Koki 10月16日晚上在香港的中环出席品牌活动。一身成熟女人味的秋冬新装之下，木村光希跟她15岁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然而她用专业以及亲切的态度回应在现场等候的一众媒体。I'm really honored to be the beauty ambassador of Chanel, and I'm privileged to have this lovely opportunity. Here, the Rouge Chanel pop-up store looks amazing. I hope you all enjoy tonight. Thank you. 其实木村光希在活动前一天已经抵达香港，而陪伴他一起访港的还有母亲工藤静香。不过工藤静香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而是默默地陪女儿进出各种工作的场合。木村光希在活动现场逗留了短短两分钟就离开，完了就会和工藤静香。而自从两人抵达香港之后，就被香港媒体全程跟踪。不过无论什么时候被拍到，母女俩都是以笑回应，木村光希更加是挥手鞠躬，全程做足。如果他以后真的越来越红，能不能继续保持这种礼貌跟态度是一大关键。魔方传媒香港报道。